何秀蘭議員，多謝主席。我是提一個修訂，就是減除檔案處處長的薪酬，削減分目000總目142,138,600元，是相當於剛剛就是檔案處處長一個 D1 位的薪酬。其實這個位置是很小的，平時在公務員的體制裏面真的可算是叫做人微言輕，但是他的責任是非常之重大，等同史官，就是記載歷史。咁但係呢，即係我哋成個政府呢就俾一個咁低嘅職位俾佢，咁令到佢喺同其他嘅政策局同埋部門相處嘅時候呢，就喺公務員體系裏面嗰個平時所謂話要門當户對，大家咁高咁大先可以傾到偈嘅時候呢，就完全冇辦法去履行佢嗰個責任。嗱，平時大家想像檔案處處長咧，可能就係佢淨係喺度管理一啲已經塵封啊、過曬時嘅文件。但係到有事發生嘅時候，如果我哋要揾翻記錄，先正發覺啊，已經被銷毀，或者甚至完全冇落過記錄，從來冇設立過檔案，於是乎咧就令到公眾咧想追究問責都無從問起。咁於是乎咧政府的官員呢亦都是可以很大安自然做了一些違規啊，甚至涉嫌貪腐的事呢，是因為可以了無痕跡，所以就非常之安樂，避過譴責，不用問責。那遠的呢，有2003年我們香港怎樣處理這個沙士的疫情，那麼據說呢很多檔案大家想翻查呢現在都是看不到的。那麼再遠一點呢，就是有關於主權移交的歷史。我們自己的行政署呢今年都用了290,000去跟英國國家檔案館去買回一些關於九龍城寨啊、憲制發展啊、中港政治關係的檔案。咁咧就係包括首相辦公室1974到1979，或者係79到1997啊，同埋亦都有一啲包括係聯邦事務部、外交聯邦事務部啊，同埋佢殖民地部啊嗰啲部門嗰個文書處理。咁如果我哋香港是能夠好似人哋咁樣樣，嗰啲檔案係做得仔細嘅話，咁我哋咧就應該就好多嘢，我哋未必係需要去同人哋用錢去買翻嚟。主席，咁近嘅咧，當然我哋舉個例子就係、是、南丫海難。最近咧就運防局嘅常秘黎爾德先生咧就做咗一個相當詳盡嘅報告，據講有成430頁，就係、是。檢就調查海事處內部嗰啲作風同埋處事有冇違規。咁裏面呢，其實喺早前嘅文件呢，我哋都已經睇到原來海事處呢喺檢驗船艙設計嘅時候有冇違規呢，揸住嗰張圖蹟可以係唔準確嘅。至於佢巡查嘅時候有冇發覺得到嗰隻船個船艙設計係違規呢，亦都冇記錄。亦都例如嗰啲兒童嘅救生衣嘅數目不符合法例嘅要求，但係原來海事處裏面咧有個不成文嘅理解，就係呢啲唔符合法例要求嘅嘢咧就唔好落記錄，只係口頭理解咧就得啦。咁但係呢啲不成文嘅處事方法究竟幾時開始嘅咧？就算佢哋有呢個處事方法，咁有冇記錄去睇得到？究竟巡查嘅時候有冇揸住個標準去做？巡查的時候有沒有發現？如果發現了回來有沒有跟上級匯報？究竟是上級包庇啊，還是怠惰啊，還是下級完全烏索索就看不到呢？但是如果整個海事處就是毫無文書記錄去留回去做一個檔案去記錄回這些處事行為的時候呢，結果呢就是第一，這些船的違規呢很久都沒有人發覺，直至出事為止，39條人命冇咗為止，大家再深入去睇，然後先正發覺。然後呢，而家問責都唔知問邊個責，更加呢，政府而家係拒絕公開嗰430頁嘅文件，係令到家屬想話進行索償呢，都未必係能夠做得到。而佢哋嗰個3年索償嘅期限呢，就仲有年幾就完。其實呢，冇記錄冇開檔案，只係會方便到政府一啲庸官甚至係貪官去迴避監察，咁亦都係令到貪腐曹生
一個最好的土壤，因為那些官員都知道，無論他們做錯事好、做壞事好、做違規事好，或者沒有做事失職都好，原來都是沒有人知道。自從2009年呢，其實就已經這個檔案處和行政處就發了一個管理檔案的指引給各個部門，但是發了這些指引之後，檔案處有沒有盡責去跟進呢？如果有盡責和海事處跟進的話，如果有及早溝通去鞭策他們去做好一些紀錄的話，其實我們是不是可以避免到海難的發展呢？如果那些船裡面的小童救生衣數量是足夠的話，會不會有些細路哥是會不幸遇難呢？咁而政府呢最近拒絕發表，實在呢亦都有退休的法官黃色英先生是講過，發表這個全覆430頁的報告呢是不會阻礙這個司法公正，這個是一個退休法官的意見，但是竟然呢就是政府是拒絕去做。其實呢主席，知情權呢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人權，同資料公開守則、檔案法兩件事呢應該是相輔相成。咁但係呢政制內地事務局作為負責嘅政策局呢，保障市民知情權、資訊流通嘅政策局呢，其實係做得好差。佢喺呢個資料公開守則嗰度呢做呢個網頁，其實裏面提供嘅資料係非常之貧乏，亦都冇話到俾市民聽這個政府可以用什麼去做豁免，也都沒有告訴市民他們的權力在哪裡。而往往呢很多部門他們就用這個守則的豁免作為一個擋箭牌，就並沒有實施到這個守則公開透明的精神，反為用了裡面的豁免條文呢要來迴避監察。但是就算這些政策局肯公開資料都好，但是都要我們有資料在這裡才行的，所以檔案法是非常之迫切，是要立的。如果各个部门是不守2009年那个总务行政指引，完全没有记录的话，就算他复应于这个资料公开守则，但是打开到那个议题那里，原来根本没有档案，根本没有文书记录，那他又避过监察了。那申诉专员呢就在今年2014年的3月就黎年先生落任之前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主题调查报告，就是关于香港政府的公共档案管理的主动调查报告来的。那里面呢就提到档案处自己根本就没有着力去跟进他在2009年2月同行政处一起发出来这个行动的总务指引，里面呢就数了9宗罪。咁我都要急口令先講得返晒。呢九宗罪呢就係第一，佢冇成立一個獨立顧問嘅機構，令到呢係成件事冇一個喺政府部門之外嘅諮詢架構去提供意見去監察呢個部門。咁其實亦都係檔案處自己本身唔想俾人監察喎。其實佢成立呢個獨立嘅諮詢機構係唔需要法例去俾佢一個權力嘅，佢係自己全權係可以做嘅。第二呢就是在这个2009年那个指引那里呢，里面是要求各个局和部门呢是做一个档案的存废期限表，同埋用一些标准的分类表格呢去管理行政档案。咁本来个目标呢就是要2012年4月之前限办做完，但是而家呢仍然是有多项规定是未曾落实，未曾做得好。咁亦都呢有一個目標，就係2015年年底之前呢各個局同埋政策部門要收集曬、建立曬佢哋自己嗰個收集檔案嘅業務規則，但係到12年年底呢只係有3個局同部門呢係落實得到有關嘅規則。咁睇怕呢一項呢又係不能達標啦。咁第四項呢就係、是、本來規定政策局和部門每兩年就一次處置他們的過期檔案，同埋就交給這個檔案處呢去做一個存廢嗰個建議。但是由08年去到12年只是有7個局和部門是對不起，有7個局和部門呢是從來沒有交這些檔案過去給檔案處鑑定，而有9個局呢就是甩漏過曬
期限先正交過佢嘅。跟住第五項咧，就係、是、各個政策局同部門咧，如果佢哋要延期去交呢啲檔案俾檔案處咧，原來就只需要一名首長級人員簽個同意書，又無需提交任何理據咧，就可以延期噶啦。咁其實呢個表格設計有問題，檔案處自己嘅表格設計，你只要喺下底加多項話理由，咁你其他嘅局同部門就要即係自己填一個理由落去，大家就可以有得跟進噶啦。咁第六項咧就跟住嚟啦，就違規嘅應該受處分。就算係檔案處覺得佢應該受行政處分嘅咧，原來嗰啲局同部門只要不同意咧，檔案處亦都冇跟進。嗱、呢個雖然檔案處處長嘅職級細過其他，但係你都要跟進啊，要有呢個盡責專業精神，唔好因為自己職級細過人就唔肯去做，呢、這個唔係迴避責任嘅藉口。第七項呢就係、是、嗰個人手嘅問題，一陣間呢我會更加多嘅數據去講㗎喇。其實檔案處呢每年係要處理好大量嘅檔案，但係呢佢只係有13個檔案主任、3個管長、15個行政主任，而行政主任仲係非專業職系嘅添。咁我哋一路呢都係講呢個檔案處極需要檢討人手，咁處長有冇盡責去同佢嗰個局長同埋佢嘅上司去爭取呢？第八項就係欠缺透明度，呢、這個真係非常之豈有此理。檔案處呢係並冇有系統地去公布每一個局同部門嘅管理政策、存廢期限表同埋以銷毀嘅檔案或者以保存嘅檔案嘅數目，更加呢係連年報都冇發表啊！我自己呢我就每一年我都問一個套裝問題，所以套裝問題呢就問曬咁多個政策局同埋佢以下嘅部門，就問佢哋：喂，你每一年交幾多檔案過去俾檔案處做鑑定？每一年批准銷毀嘅係幾多？獲得檔案處話要保存嘅有幾多？嗱，本來其實係應該檔案處自己有系統地發布，但係佢唔做咧，就靠我哋呢啲套裝問題去問。但係主席你都記得啦，政務司司長嗰次喺度答辯嘅時候就話。我哋問得太多，問6000條問題問得太多，咁啊言下之意咧，唔知係咪要減我哋啲問題？減啊冇問題啊，但係要呢啲部門同埋局長佢哋自己要主動公布先正得啊嘛。第九項咧就係、是、呢個電子檔案嘅管理系統，其實90年代初咧就已經有用呢個資訊科技啊、電腦各樣嘢咧去處理文書。咁而家咧就仲更加係有手機短信啊、社交網絡啊，譬如好似財政司司長網絡治港啊，每個禮拜整一篇網文出嚟咁嚇。咁所以咧，而家其實有好多官員公開發表嘅言論，或者係公務員自己之間嗰個聯絡咧，其實都用曬手機啊、iPad 啊呢啲流動嘅資訊嘅用具咧，就係、是、去做嘅。咁但係以往咧。嗰、那個電子檔案係點呢？就是、你搞完之後咧，列印出嚟，印完咧就存檔。但係而家太多啦嘛，冇辦法鋪去列印。於是乎咧，就而家嘅公務員咧，連列印都好可能甩漏咗，但係亦都冇一個電子嘅系統去幫佢做翻曬呢啲嘅記錄。咁於是乎咧，有好多資訊咧就喺度流失。但係科技就一日千里。不過呢，我哋個檔案管理呢就係、是、20年如一日地喺度做。有一個例子呢，就係、是、我哋早年我哋環境局嘅政座呢，就喺網上 Facebook 呢就轉口廢膠有冇送到去堆填區，定一話係全數送嚟本港呢，就喺 Facebook 嗰度就發表貼文去同傳媒即係大家去辯論。咁但係後來細息唔對，咁會唔會耐咗之後就自己刪除咗，又係冇咗個檔案呢？主席，呢啲呢就係申訴專員去數佢嘅九宗罪，在在呢都唔關法例事㗎，都係呢個檔案處處長自己嗰個行政同埋個管理嘅問題，係引致我哋香港政府嗰個檔案管理呢係越嚟越差。咁所以呢，我係建議係將佢嘅薪酬
去全數削減。咁我會喺第二次發言嘅時候呢再講一講其他有關嘅資料。